这儿就是我们的控制室。所有的机器控制开关都在这儿吗？是的。行，那经理你去看受伤的工人吧。好，你先忙着。 再坚持一会儿。大正，大正，现在断传送带电源。收到。小林，你去帮他们扩拆，这里我的能力。哎，国哥，你小心点。队长，他现在皮肤已经变成灰色了。 那是挤压纵火症，要快啊，不然会越来越危险。知道了。大圣，你看看能不能把传送带反向旋转，动作一定要慢。我们这儿试着把他的胳膊看看能不能卷出来一点。班长，我检查过了，这些机器的传送带是无法反向转动的。收到，收到。不能够硬拉出来，不然他的手就废了。浩奇，看看能不能拿无齿锯破拆。 好，来吧，来。姐，姐，没事吧？